咩特價？他是现在目前泰国人心目中的财神爷。好，你跟他求什么事情的话呢？哈，你不需要还愿，你不需要还愿。好，不像说四面神，你一定要求了要还什么。好，你不需要还愿，只要你心诚，哈，你去跟他求。但是求要有个目标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因为我有试过哈，你求的话呢，哈，比如说哦，我现在刚好有一个事情的话呢，是以前泰国北部请下来的哈，特别把他请下来的，就是说。这就是他们认为说他在北部很有那个灵性哈，他是在这个什么靠近缅甸那个地方发现的一个这个庙寺里面哈，因为那时候打那个闪电啊，打雷打中那个庙寺烧起来哈，那个庙寺是木材制的哈，烧起来，那烧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是泰国北部的黑柚木雕刻成的这个佛像，释迦牟尼佛的站立佛哈，那个时候呢哈，就是烧起来的时候很奇怪。不管你是什么木材，照理来讲应该要烧掉，因为整栋都是木材做的。好，那很奇怪，它就是烧到边边的时候，那火慢慢的小。好，那烟出来的时候，把它熏得更黑。所以说呢，哈，那个时候就觉得说，这尊佛是很有灵性的，所以说把它特别请来这边供奉。好，所以说你们如果说可以的话，等一下有时间你可以来那边拿香拜拜。好，你可以来这边拿香拜拜，求一下也不错哈，蛮灵的哦。你们可以看到它头顶上，这是古时候的人哈，我就说宝石这种东西哈，除了盖庙以外，还坐在那个什么。佛像的头顶上，他说这样子可以吸收日月的精华，让它更有灵性。正面看不到，好像侧面，因为上面都灰尘，看不太清楚。侧面可以看得到，它有点上面有点亮，它镶了红宝石。好，来我们这边看秀哈。